静思智慧语，好话二十年。各位贵宾，各位乡亲士大福乐兄弟姐妹，咱所有的孙兄叔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，阿弥陀佛。今仔日咱会当坐伫呢共聚一堂，真正的感恩敬仰上人的静思语。伫今仔进前，都捌看过静思语的，请举手一下。伫今仔进前，好、哦，真侪人捌看过吼。咱拢知影，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哦。咱在地嘛有真侪社会贤达人士，都亲像咱的好厝边同款，今仔来到咱现场咯。咱们来邀请伊来分享因对静思语的感动甲感受。咱即摆就听因四位的分享，感恩。我今仔要甲大家来分享的，是一句静思语，叫做“心开运就通，日日欢喜过”。我想要讲 这段经书语呢。我五月份的时阵，我去这个华人精舍，甲阮水母的，啊，甲阮的胡伦社舍友，啊，去啊常住师傅，就在讲啊，是安怎这个金融大海啸哈，哪会来？啊，就讲因为吼，大家拢追求虚拟跟数字的迷失。无实实在在一步一卡印来做个事业，所以讲，咱做一个企业家，无一定爱做一个企业家。我想讲，即摆税务咧推行节能减碳，所以讲我尽量我都食素，你少肉、少车，吼啊少买，啊得心宽念存。一天就是甲多一个钱当啊，发一个好愿。啊，要当来要离开精舍的时阵啊，师傅的迄个指示，就请我随身啊，随手，就甲抽一个签。迄签内底就几个字：心开运就转。哎，我人讲啊，这个有时候抽签的话。跟你心境跟你当下都有关系，所以对着代志，我有心，我就是用用心尽力去甲做，尽力而为。所以讲，我嘛希望各位跟我同款，有闲静思语，甲现甲看，啊甲顾，伫遮祝福各位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，阿弥陀佛。感恩感恩，咱吴董事长、主持人吼，啊各位台弟，啊各位咱主席、师兄、师姐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好。伫迄个民国七十七年，我读大学的时阵，啊因为阮姐姐吼车祸出来过往，啊过往的时阵，因为车祸有一挂和解金吼，啊一挂咱的电仪。啊，家父家庙吼，是讲要咧，唔知，因为阮阿姐伊本身嘛是佛教徒吼，啊，所以伫这笔钱，唔知要哪去甲伊处理的时阵，拄好咱上人伫慈济咧盖医院，啊，所以阮爸爸妈妈就从这钱到到八十万，加去甲民国七十七年加去甲华人吼来捐予咱上人吼，做咱的迄个病房的迄个经费吼。这是我伫头按二十几年前参主席第一遍的接触，啊，一直到我大学毕业，我迄年毕业做兵啊，做事业来来去去吼，安尼十外年，啊，伫这四年前来参人合资经营这个南麻矿这个事业混凝土吼，啊，来参咱张师兄啊，张自己咱张师兄结缘吼，伊嘛是阮的股东，啊，所以再过来。再多吼来参主席接触吼，啊！伫公司也嘛有一本证书记。那伫这个南麻矿业吼，这几年这四年来，公司开始成立，甲四年来，当年就是非常的竞争，非常的激烈吼，大家杀价竞争吼，非常的真歹经营。啊，所以大家嘛感觉讲真苦恼，唔知要安怎寻。啊，所以这有一本证书记吼。实在是非常的好，伫内底我有看到一句话吼，
环境比人较歹，环境比别人差，只要努力也会成功哦。啊，环境比别人好，更应心存感激，惜福再造福哦。我定来给这句来勉励我的员工，咱伫环境比别人行了较歹的时阵，咱不要气馁，咱只要认真拍拼，坚持咱的理想哦，咱要把迄个客户群分开，咱做咱较好的品质，咱卖常常去削价竞争，咱嘛是一定会成功的。但是囡仔较好的时阵，咱都应该爱感恩哦，爱修好，搁再造福哦。啊，等下哦，参用这句证书去参大家分享，感谢各位阿弥陀佛，谢谢。那就当处长啊，现金工地的钢链啊，事业大发展哦，过来我们请校长是为我们分享。哎，各位贵宾，很荣幸能够参与这样子的盛会。金思语在我们慈济教联会的推动之下呢，这么简单的法语，我相信都深植人心，让每个人身体力行。在我身旁，我们的刘泽宏校长都是安内郎，伊是一个 Seven Eleven 透早七点到晚上十一点全年无休工作的人，为着好好，甚至动过两次开刀手术。真侪人讲，你食头路，干母需要做甲遮尼啊无用嘞。刘校长讲安内啦 ，Do you work for life or for money？ 这都是咱常人讲的呀。伫个证书记第三集内底。那是为众，那为生活来服务啊，是众生。啊，不过那是为人群来服务，这都是人生。咱的工课虽然不一定是咱甘愿欢喜要投入的，不过工课政治内底影响是真大的。因为老校长在你的工课内底尽心尽力，所以阮从事高工所有同仁，包括着我，拢受到伊的影响。阮嘛甘愿伫个工课中，希望以后。来让他们就自工赶快全心投入，不管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份工作，但是让我们的教育成效无远佛界。我们很诚心希望，不管任何人进到园林重拾高工，都会让你的人生充满法喜。这是我们在静思语里面学到的，感恩您的聆听，阿弥陀佛。哇，李校长真的是赞叹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啊！哈，接下来听。刘校长的分享，主持人，今天在场所有的师父大德，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园林家商校长刘泽宏，今天很荣幸能够接受大会的邀请，来跟大家分享《静思语》里面的一句话：有愿就有力，无关都无难。我跟林校长拢是在办教育。在90年的时阵，8年前，我对彰化高中来重拾高工担任校长。迄时阵碰到一个真正让我真烦恼、真担心的工课。学校的学生将伊记录献出来，1100学生内底有700人次，和学校甲记过。我定想讲，一台新车，咱若有一台新车。咱会真少了，甲使，但是那一遍受伤，心肝真痛；第二遍骨受伤，痛痛；第三遍都不要紧啊。所以我甲每一个囡仔当作咱家己的心肝宝贝，希望每一个咱的子弟伫学堂咧读书，拢是一生的荣耀，没有污点。所以我就希望讲，这个代志要怎来甲解决？有一天，我伫我内人的姐姐，我大姨子家里，有那是咱慈济的志工，有一本《静思语》，甲掀起，多一本，多一句，拄仔我讲一个，有愿就有力。我想，这个问题我一定想办法来解决，所以我甲同事、甲同仁来参详，咱希望用一个用辅导来代替机构。